朋友们现在我在动力的乐松广场，那儿是乐松广场，那儿是松雷，这儿还有一个商场，凯旋新生活购物广场，这就是厢房啊，法治厢房。经常有人挑我毛病啊，说你这说的不对啊，什么学府凯德不是哈西凯德，好吧，我接受你们的挑毛病。我到了动力乐松广场，不对，我到了厢房乐松广场了。爱啥啥，爱动力不动力，爱厢房不厢房。哎呀，我到了儿童乐园了，我这是要上电影院呢，怎么几楼是电影院呢？三楼都是儿童乐园，你看，四楼应该是美食和电影院。哎，天棚还带云彩呢。这儿长得跟威尼斯人似的。电影票取出来了，我现在在万达影城，基本没有人，我这闲人在这儿看电影。今天要演《速度与激情》啊，我终于找到了这个英文版，好多电影院都是中文版。我约了一个帅哥看电影，看哪个帅？没有喜欢的类型啊。猜我约谁看电影？猜，约了个帅哥看电影，这是个男的。男的？啊？你啊？分明就是个男的吗？你不是 CD 吗？多少年没上过电影院了啊？左转第三街四号影厅。哎呀，我天，这咱俩。好啊，好啊，那个万达的感觉怎么样？位置不错吧？挺好。这是我的老爷们儿。看完电影了，这戴眼镜戴的卡的鼻梁子都那啥了。看的《速度与激情》，现在我上乐松广场一楼的优衣库看看。既来之则看之，要不我们。中央大街都没有优衣库，我到了珠宝区，珠光宝气，欢迎光临优衣库。啊，不是这个，那个挺好看的，这个我穿不能好看，穿不行，瘦。你觉得我穿这个怎么样？这不小码吗？也行，那你试试。黑的呢？黑的显更瘦。那天我去中央大街那个店，它没有这个样式多。质量好，完了我摸着挺哪劲儿。我发了视频，人还说什么做工差，这个差那个差。我说也不知道你们都穿啥。不是，人家说那话，人都穿世界一线品牌，都上着展。哎呦，对，我想买个牛仔裤，人都说优衣库，优衣库牛仔裤舒服。这个短裤，短裤19块钱。都剩 S 码了。1 hour later，中央大街变成了烧烤一条街。小吃一条街，这儿开了一家好大的串店，鱼味串店，烧烤串精酿。这个地方房租，哎呀，都老贵了吧？中央大街这样一家串店，还真是第一次见。随处可见的烧烤摊儿，臭豆腐、章鱼烧、烤鱿鱼、羊肉串、烤榴莲。水果捞，估计这一个档口老贵了，得几十万吧。我听朋友说啊，就类似这么大一家烧烤的摊位，大约租金得达到60-70万，甚至更多。估计这样的小摊位也得几十万吧。一冬天一夏天，可能能回本。